于师傅带您了解一下这张太阳膜是如何与前挡服贴的融为一体的。内行光听这张前挡发出的声音就知道是什么级别的了。毫无支撑的太阳膜在师傅手里很听话，贴膜液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，膜片的位置摆正就可以把贴膜液赶出来了。上面赶水，下面赶水，揭掉覆膜。各位开车的老铁们，您前挡膜的清晰度是否比我们的更高清吗？